7日，王磊老婆孙俪在微博发文，今天姐姐发给我一张她手机里的珍藏，并配上了照片，照片是多多和妹妹一起同框自拍的画面，两个人的脸部还有后期加上的万圣节卡通图案，妹妹的唇色也宛如中毒一般，有趣的是妹妹嘴边还留有奶迹，让人忍俊不禁，多多的表情搞怪又软萌，显得五官很精致，两姐妹从小关系就很亲密，多多作为黄磊和孙俪的大女儿也很听话懂事，会照顾妹妹和弟弟，妹妹在姐姐的陪伴下成长，自然也很依赖多多，两姐妹都是高颜值，这样看妹妹的长相更像爸爸黄磊，多多的长相更像妈妈孙俪，孙俪也经常在微博上分享多多和妹妹的日常，多多在黄磊和孙俪的精心教育，不但出落得愈发大方美丽，而且还多才多艺，孙俪的两个女儿给人的感觉，多多更显大家闺秀淑女范，妹妹则更显古灵精怪，多多虽然年龄不算大，但在父母的支持下也已经登台出演话剧了，未来可能说不定也会像父母一样进军演艺圈发展，孙俪之前还在微博上晒出母女三人同框发型，母女三人的气质也都完全不同，引起网友热议，网友评论